味，这风味真的非常不一样。但我现在已经被太阳晒到快融化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！哇，整个车子是很轻盈轻快，不会感觉说哇，这是一个近两吨重的车子。这超级大弯还上坡，哎，边上坡边大弯。前面车速放慢，不然我可以更快，好开心哦！看到后面没有？随便呼唤就来这么多个。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钟，东风卫视《跨界大赢家》。